另外看到吉安乡公所办理的缤纷吉安部落好客黄昏市集，十一日下午在希望公园热情的开张。那么活动在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涌入了不少人潮，五大特色的摊位区一次排开，传出了阵阵的美食飘香，还有琳琅满目的手作商品与这个无毒有机小农的产品。那么配合一连串的精彩表演，让现场的民众都沉浸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。下午两点不到，吉安乡希望公园就已经涌入不少民众，现场传出阵阵美食飘香，还有琳琅满目的文创手作商品与有机无毒小农特产，四十多个特色摊位一字排开，搭配着轻快音乐及一连串的精彩表演，让现场充满着欢乐氛围。这是吉安乡公所在十一号下午所办理的缤纷吉安部落好客黄昏市集，开市大吉，超罗。每天300张的消费券提供给大家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加码100张来赠送，每天还有不定期的惊喜要送给大家，欢迎大家每天一直到11月28日2点到5点，记得来吉安希望公园，开启我们健康幸福吉安的新希望。黄昏市集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28号，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希望公园热闹登场。平日会发放300张面额50元的体验券，而假日则是加码到400张。市集规划分为农特产区、烧烤区、手作区、胖卡餐车区及原散区等五大聚落，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及原住民族部落技艺研习成果展，满足五感丰富体验，欢迎民众前往共享缤纷吉安的秋日午后悠闲时光。记者徐立勤，吉安乡报道。